们现在看到的呢，就是用灯光诱集昆虫来，以达成研究的目的。那我们知道很多昆虫都有趋光性，所以我们常会在挑选亮区的时候，寻找像各位看到后面非常广的、非常漂亮的森林。那希望这盏灯的光可以打得出去。所以呢，这个位置它有一个绝对的好处，就是视野好，让更多的昆虫看到光源而聚集过来，然后我们才从其中挑选我们要研究的对象，把它特别采集起来。